练拳这个禅丝这个劲转换呢，就跟做一个凳子一样，两个胯是合住的。下沉呢，松右胯，腿一蹬，合到左边来。实腿吸气的胯相合，虚腿呢不能塌，好满的。看这个姿势，好像一直有一个凳子，凳子有形无形。提掉了也没事，依然保持工整。再回来呢。